优顿草含类黄酮，主要功能是清热解毒、清血、排毒、消炎散瘀、利尿、调经止痛、消肿瘤，对抗癌有卓越的功效。传统上被用于治疗多种癌症，肾炎、肾萎缩、肾衰竭、肾结石、肝炎、黄疸、喉咙痛、扁桃腺炎、贫血、皮肤病、高血压、夜频尿、风湿痛、月经不调、外伤跌打等。优顿草的花、叶、茎、根均有抑制癌作用，软枝可绞枝，硬枝可插泥栽种或晒前待用。对于上焦癌症、脑癌、咽喉癌、食道癌、乳癌、肺癌、淋巴癌，有着一定的医疗效果。我们的频道衣食住行，为你生活添加乐趣，每日身心健康，活出动力。你的订阅、subscribe、按赞、留言和分享，会鼓励我们更新更多的视频，谢谢。